你早怎么不见了？找不到你，大家吓得半死。没，我也有啊，谢谢。 迪亚他们呢？你没看到他吗？没有啊。糟糕哎，我就要去找你哎。啊？骗你的啦。哦。他说早上去帮他爸忙，他们先走了。来。谢谢。小心烫。 还是你先讲好了啦，搞不好我待会不用问，就有答案了。志强，我承认你在我心里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你知道吗？比如我做很多事情可以得到你的支持，我就很安心啊。就好像万一我一个人在山里迷路了，可能我只要站在原地等，你就会带我出来。 你这样回答是我愿意吗？不是啦，志强，我们可不可以只做很好的朋友就好了？我有男朋友哎。 应该算男朋友吧，我很喜欢他，说出来连我自己都不太敢相信。可是那种强烈的感情，我永远都不会再对别人有了，志强。 就让我说的，万一有一天我真的在山里迷路了，或许你会带我下山。可是我一开始之所以会在山里迷路，就是因为我找不到他。你们吵架了？我早知道就先问清楚嘛，哪有人不先问人家有没有男朋友，然后就随便乱表白一通的？下次我有经验了，真是的。志强，对不起，你是好人，可是我觉得把话讲清楚比较干脆，对你也比较好。对不起。 只是好朋友，只是好朋友的感觉。我知道这样说很自私，但是我还是希望你可以把我当很好的朋友。对不起，志强。哎，你除了说谢谢，对不起，会不会也说的太多了？ 没事的，讲清楚好了，讲清楚我就死心了嘛。但是这样子，我怕我们做不成好朋友嘞。啊？因为你太粗鲁了。 我们只适合当哥们，老弟。
说这两天要带阿迪亚他们去学什么吗？哦，本来是说要去学架设师啊。什么本来？吃饱就赶快走了。嘿，何止粗鲁啊！志强哥。